满哎。好了，你快点开场，快点，很帅的主持人。他不知道干嘛。今天来到新生公园，我们要除了狗头人要干嘛？要为我们年底的策展场铺做准备。下面有五塞。今天的任务就是收集塑胶袋五个字。但是为什么要在公园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收集的垃圾袋要像这个公园的场地这么大。很大，怎么收集的哇？这笑也蛮冲的。玩一圈了，很大，根本收集不完。限时六小时，东南西北四区各选一个商街。听不懂，所以不能在这里啊、哦，我们要移动哦。你要移动啊！你们要学习花木兰的精神，你知道，东市买骏。等一下，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鞭吗？不是长剑哦。那我常见啦。我们即将在12月13到12月15号在华山拱厅举行热青年的互动展览。这次的场部以零废弃为主轴，因此我们今天要在台北的东西南北四个商场，限时6个小时，搜集大量的塑胶袋，搜集场部需要的素材。我们即将出发喽 ，Let's go！阿姨，请问你有不要的二手塑胶袋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越多越好。这种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多哦。还好啦。可以给我们？可以给我们吗？可以啊。耶，谢谢。可以啊，谢谢。太少了，你们这样随便问也可以找到。什么随便问？有，我们是很有诚心的问。阿姨，谢谢。我们这里有干净的二手塑胶袋给我们。没有。谢谢。我们去那里问一下吧。那里是布料行，说不定他有装衣服很大的那种塑胶袋。两个了，加二加二。他们刚刚在吃午餐，就把装午餐的袋子拿来了。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环保的展览，然后我们想要收集很多很多个这个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。可以给我们吗？一箱吗？已经空了。好，谢谢。是的，没错，因为小伟没开麦克风，所以这段没有声音。在龙山寺找不到二手塑胶袋，业绩压力山大。拾荒青年翻找垃圾桶许久，一位阿伯尼新妇人送两个塑胶袋给我们。你们这个废弃塑胶袋还需要吗？那、你们还有吗？还有其他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。很多很多，任务要达成了，任务要达成了。快装不下了，已经装不下了。我们接下来要回去北区，就是我们原来新生公园篮球场，我们要去那边做最后一站，顺便把我们找到的这些垃圾袋摆在那里，看看究竟我们今天任务有没有达成。Let's fire！铺不满哎。好了，现在已经晚上6:12。好，我们从早上11:04开始，7个小时了。7个小时。我们表定是6个小时啊，但其实我们收集完的时候大概就是5点的时候，然后因为塞车一下，塞车，然后到刚刚铺满，大概花了就是在快半个小时的时间把它铺满。没有铺满。好，没有铺满，铺了一点点的地方，铺了那么多，结果才一点点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铺不满的地方就要需要大家各位网友大家一起帮我募集。我们需要以下5种东西。
总而言之，我们今天的收集任务到这边失败，到一个段落，大家继续帮我们募集。你要承认失败，没有，你要承认失败，我人生当中没有失败。